天来这儿呢拍红牛公开赛，一个单板的比赛，亚洲最顶级的单板赛事。这次单板的比赛跳台都非常的大，12米跟10米，它的起伏非常的大，在侧面或者说正面或者后面，你不管找任何一个机位都没有办法在一个点把选手整条动作呈现出来。那只有用航拍的视角，一个高空的可以跟随的视角，用一条镜头完整的把选手比赛动作很好的呈现出来。我们这次拍摄有一个机位是在中间点保整个全程，它是保证每一个动作都能拍到，然后还有一个机位是跟拍，从山上跟拍，这是用的无影的跟拍，拍得非常平稳，跟选手能跟得非常近，非常平稳的拍摄 slopestyle 障碍上面的所有的道具和跳台这些东西。One of the coolest things about using these drones in our videos is really the perspective it gives the audience in snowboarding. With the drones, you're able to really see the depth and perspective of how crazy a lot of these tricks are, and it really, really shows snowboarding at its fullest extent. We filmed 30 athletes using the Inspire Inspire One. 基本上一块电池可以拍到五六个选手，选手就持续走就好了。飞机一直在天上等着，一个个抓拍，就很顺利的把这次的红牛公开赛用航拍的视角呈现出来。